明日将你所说的证据交到我手上，我要确保你所做的事情万无一失，还有你不可以再以身犯险。我知道，我会小心行事。不过还请殿下答应我，万一事情有变，还请以护下长老安危为要。如果有任何差池的话，我立马终止所有的事情，还有我不会再像这样帮你了。殿下答应了，一试也无妨。这段时间你孤身一人在丰府，费尽心神，恐怕也累了是吧？还好能找到这么多重要的线索，也算没有白费心思。先前我阻止你入府，是怕你应付不来这些事情，但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没事，以后有我帮你处理这些事情，若遇到什么难题传信到林王府吧。多谢殿下，之前我也是有些偏激，其实殿下的心思我心中是明白的。你明白就好。